时光。讲真的，这部剧算不上烂片，胡歌的水平还是很可以的。但是不得不说，那个张雪儿真的是要演技没有，要颜值还是没有，真的让人觉得就是捣乱的，孤芳不自赏，感觉这部剧都没有什么可黑的余地了。这么个女主角，讲真的，这部剧绝对是凉透了。毕竟这种典型的抠图剧本，观众肯买账才有鬼呢。青视黄飞，难道真的只有我自己觉得这部剧真的不怎么好看吗？感觉剧情太歪歪了，而且林心如在其中的表现真的很一般啊，强行演少女真的很奇怪啊。八青春，讲真的，这部剧才是真正意义上一个被演员毁了的一部戏。高云翔的事件，范冰冰的问题，导致这部剧根本就连上映都上映不了。恶跑甜心这个电视剧真的是天雷滚滚啊！小编我真的是想不通，怎么还能有这么奇怪的女主角，各种奇奇怪怪的表情，加上各种瞪眼，演技是不存在的，而且讲真的是不好看啊。We'll be right back.